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标股天地，我是陈进。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大盘的一个情况。来，这个是在昨天8月26号礼拜二的一个时候，昨天整体的一个大盘涨了一个上涨3点，成交量不到900亿元的一个水准。昨天整体的一个台股的行情，很多人看起来好像是追加华丽，但是在昨天，不论你是收听我们的一个广播，或者是全球财经的一个节目，老师在昨天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我说这个行情非常非常的一个精彩。为什么非常的一个精彩？其实道理很简单，你可以看到在昨天的一个时候，虽然指数只是小涨3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一个上市柜的一个合计涨停板家数达到50家。而且在昨天的一个 OTC 柜买指数是能够持续的一个强弹大涨，再创新高。那么显示市场上的一个法人跟业内本土的一个资金做多的一个企图心，仍是非常的一个强烈。第二个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政策面偏多心态不变了。你不要忽略政府做多的一个决心跟企图心啊。再加上大陆十一长假、欧美感恩节跟圣诞节这些需求旺季的一个来临所以后市整体的一个台股的一个营运成长持续看旺，这个就是在昨天老师跟大家所报告的一个内容。所以我说到金甲好戏还在后头啦，希望大家真的不要错过不要错过选前这么难得的一个大好的一个机会结果你可以看到在今天的一个大盘的一个指数果然就是如同我们的一个预料，今天出现了一个开高强弹大涨的一个格局果然强弹大涨上来，而且成交量也顺势放大到1156亿元啊。或许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是说老师之前你跟我们讲9014是最好的一个买点，是最棒的一个机会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市场上非常多的一个利空包含着一个气温这些的一个效应我没有跟上甚至在前几天最佳的一个买点，老师你再一次的一个强调在这个地方千万千万要赶紧来把握，但是我又没有能够跟上那么现在大盘指数已经不知不觉今天来到9491点了，即将又来到前波的一个高点的一个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到底还能不能够买其实我说投资朋友真的很可爱那或许来到前高它会震荡，但是震荡其实这个都没有问题，重点在哪边？重点在后市的一个行情仍然是非常的精彩，重点就是在于你要能够赶紧来做一个把握。为什么？我们从几档股票可以看得出来你可以看到像今天的一个电子数的一个检测的一个设备，像汉维科，你可以看到过去这一段为什么它会修正的一个修正的一个整理，原因很简单，因为过去的一个设备的一个拉货的一个高峰里过所以拉货高峰里过，所以这一段的一个时间它出现的一波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整理，但是来到1056块的一个时候，为什么这一波能够开始一波的一个强弹的一个大涨？因为在明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台积电，他要能够掌握苹果 A9 处理器的大订单，所以他的一个16奈米，他要提前1季、2季开出。那么要提前1季、2季开出的话，那么这些的设备是不是要现在就要赶快能够怎样？赶快能够上线赶快能够专机赶快要试车不然明年怎么来得及所以你可以看到往年的一个汉维科它的一个第4季都是营运的高峰那么股价是不是会领先反应？是不是？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档的一个股票，这一档的一个深科也是在早上的时候在老师接受三立财经台全滚钱的一个时候特别的一个主持人问老师说像物联网题材相关概念股我们要看哪一档的一个股票为指标，就是这一档深科过去在2月份的一个时候，老师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 IDC 制裁的利旺，你可以看到当时候的一个利旺在100块，结果又飙到200，飙到300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包含的一个怎样连接财务的一个连接也是一样当时候也是大涨一波再一波我相信之前老师跟他所分享的股票也等等都让大家能够开心大赚，甚至包含3541的一个西博当时候也是2月份老师特别送给大家的一个股票，你可以看到那时候都是掌握物联网的一个大商机那么现阶段来说的话，你可以看到物联网题材最重要的是什么？射频元件，
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明年金就是怎样升科，所以今天为什么能够亮灯的一个涨停板？这些股票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业内法人做多的一个企图，包含的一个二线的一个光学的一个镜头厂的一个亚光。你可以看到这一档的一个股票，哎，它透过它的一个子公司啊，亚太啊，然后切入了一个大陆的一个1300万画素的一个手机光学的一个领域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哎，这一档的一个股票它具有转机，而今天的一个股票也能够强强的一个大涨上来哈。那么包含的一个面板股的一个群创，哦，切入 Tesla， 包含着一个怎样，它也是涵盖工业的一档的一个股票，在全球的一个高阶的一个怎样高显示器的高显示的高解析的一个面板，全球市占第一。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群创也是强势亮灯涨停板，包含着一个友达啊，当然群创大涨。友达也会同步的一个怎样同步的一个做拉抬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有题材的一个股票能够持续的一个强能大涨，包含的一些最近跌升的弱势股，你可以看到晨鸿的一个 TPK， 哇，今天也是怎样整理过后持续的一个拉抬的一个大涨上来，以及纺织股的一个如虹也是一样啊，跟大型游乐设备的一个智威，哎，这些的一个股票还有蓝宝石啊，这些股票都能够的一个怎样强弹的一个大涨上来，而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不是就是老师之前跟大家说过的？老师还甚至拿做过之前一张的一个统计图表，我说八月份震荡你要把握机会啊，震荡拉回就是最好的一个买点。八月你买了，你看八月底拉上来，九月份的一个行情过去啊，九月份啊，通通都是大涨的。所以后市有没有行情很清楚，后市台股行情还非常的一个精彩。如果之前老师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不论是在嘉士达，不论逆华，不论新汉，甚至包含 Superman 的一个操作，这些的一个股票等等都能够啦，让你啊狂赚大赚的好机会。但是你错过了，或者是啊你没有能够跟上脚步的一个投资朋友，那么我希望接下来老师所锁定的标股，我希望你能够跟上脚步。就像啊，在过去在平台股，哎，我们持续看好就日月神教，你可以看到日月神教，哇，底部越垫越高，越垫越高。你千万不要等到哪一天喷出的时候，你再说，老师，我又没跟上，这就不太好了哈。那么甚至包含这个奶油的一个南瓜汤，你可以看到哦，这档股票这两天啊进行的一个强势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洗盘。过去礼拜五的一个时候，我们带会员朋友哦过去买进，现买现赚，隔天怎么样？开心赚涨停。老师在演讲会场上啊，你上礼拜六还跟所有与会的投资朋友一起来做分享，还特别拿出这一档的一个股票，你要来参与这档盛会，你应该知道这档叫做什么股票。你可以看到，当时老师在演讲会，我就告诉大家，礼拜一开盘，你就可以怎么样，试驾敲进。结果你看，你当天试驾敲进，马上就怎样，马上开心赚涨停。那么这一档的一个股票，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利基？它最大的一个利基在哪边？第一个，第二季啊，它的营运啊出现爆发性的一个转机的一个成长，不仅 PCNV 的一个回温啊，包含车用以及啊在自动化设备、游戏机、Setbox 四机。这些高阶 IC 设计的一个显示的一个怎样的一个再版需求非常的猖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季的一个获利，它已经较第一季大幅成长63.5倍啊，未来的一个获利非常的一个棒啊，而且股价净值比低于，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一档的一个难得的一个好股票，趁着震荡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赶紧来做一个卡位啊？那么包含的一个怎样现榨的一个红萝卜汁，哇，这一档股票也是一样，哎，目前的一个股价都还很低哈，那我们过去已经大赚了将近20%了哈。那么这一档的一个股票，我们今天再带新进会员朋友再度切入，你可以看到买进低档买进之后，马上拉上来，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蓄势待发了哈。所以你是不是要赶紧跟上脚步了哈？那么最后一档啊，老师跟大家分享 F 勇士，哇，这一档勇士队真的是不得了，想不想知道这一档是哪一档？想知道，欢迎你来电共享盛举。好，老师来告诉你，老师来帮助你哈。那么不管你过去啊操作的顺与不顺啊，如果说你过去操作的一个不顺，没有关系，这些都是过去式了。但是我希望在未来的一个行情，你要能够掌握。如果你过去操作的不顺，来，老师啊、哦，今天一样给大家一个带薪投靠反败为胜的计划，帮你吸收不良的一个晦气，先来帮你解决手上持股的问题。要不然你这些的一个股票放在那边不会涨也不是办法啊！到底要怎么样来掌握？老师盘中亲自帮你来以股换股哈、啊，而且让你挤进在零负担的一个情况之下，
老师啊，带你一起开开心心来赚钱，也非常欢迎各位啊，可以待会可以利用广告中的电话跟我们线上助理人员来做一个洽询的动作。最后祝大家操盘顺利，我们下礼拜一同时间再会喽，拜拜。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